的朋友可能正在吃屎。嘿嘿嘿，来玩啊，小老弟。不了不了。咦，缘分呢、啊？又见面了，小老弟。这不是便便的味道吗？小水里为什么也有它？这是粪臭素。你说的便便味道就是来自于这种物质。虽然令我们惊讶，但这种物质的确也会出现在橘子花、茉莉这些花朵的气味和精油中。这心机哥哥不香吗？是我鼻子出问题了吗？它为什么闻起来这么香？问问你的鼻子没有问题。粪臭素在化学上属于吲哚类化合物，这种物质普遍有恶臭气味，但在稀释后又闻起来类似花香，因此它也会被添加进香水和一些食物当中，比如你正在吃的口香糖。对呀对呀，小老弟不也挺喜欢哥的吗？不要碰过来了。跟哥一起做的还有几个兄弟，小老弟要认识一下不？爱问爱问问。